肤皮肤老得更快是真的吗？是真的。像头发少、掉发、头发变细、发变差、出现灰白头发、头皮瘙痒、出油痘等等，其实都属于头皮衰老的表现。那我们该怎么办？别着急，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来看中国头皮抗衰专家共识和头皮健康管理专家共识这两篇专业文献，总结出这一期文献级别的头皮护理攻略，全程干货，记得点赞收藏，慢慢看。第一，头皮衰老机制，头皮是面部和颈部皮肤的延续，但它的厚度薄，日线分布密集，毛囊密度和自由基含量也比较高，因此衰老的速度非常快。头皮衰老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衰老机制可以归纳为基因调控、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微循环障碍和毛囊退化。想要科学高效的改善头皮老化问题，以下这四点一定要做对：头皮也要做好遮光和防晒，戴好帽子、太阳伞，尤其是发缝宽、头发稀疏的，头皮暴露在紫外线下就要更加注意了，避免紫外线对头皮的伤害。第二，科学护理头皮，可以选择含有像咖啡因、柠檬酸、烟酰胺、聚叶棕萃取物等成分的洗护品，帮助抑制油脂分泌，能改善头皮的屏障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第三，洗头水温不宜超过38度，洗发时用指腹轻揉头皮，也不宜过度的按摩，用指甲去刷到头皮，保持科学的生活规律和饮食结构，避免过多使用高糖高脂类的食物。所有的重点我都总结在这里了，赶紧截图保存，我们下期再见，拜。